大爹，孩子没事了、啊、没大事儿，坐坐坐。这么晚了没吃饭呢、啊？大爹，今天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啊，这孩子说不定就让胡汉三那块了、哎。没事就好啊，没事就好啊。那大爹，你打算怎么处置罗麻子？啊，现在虽然不能证明胡汉三就是罗麻子放的，可错出在他身上。啊，老吴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准备把罗麻子从赤卫队开出去。现在还没最后定下来，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我，有您和秀竹哥主事儿，怎么定我听你们的。哎，啊，你现在是妇救会主任了，老吴说了，一定得听听你的想法。他说这个叫民主。你要有什么想法？你就直着说，啊！这人嘛，都有个犯错的时候。依我看呢，批评批评他，让他下回留神，啊！实在不行呢，就按那红军的法子，关他几天紧闭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开除这事儿，我看就算了吧。嗯，我这可都是为咱的革命想啊！啊，眼下咱赤卫队正是缺人手的时候，多个人不就多把力气吗？行啊，大爹没看错你。我知道为了孩子的事儿，罗麻子这些年跟你们家没少犯浑，我还以为啊这次你肯定饶不了他。行，有度量。想得长，想得远。大爹，你就别夸我了，我这都是让行医给训出来的。他呀，总说我小肚鸡肠，不进步，没觉悟。事后呢，我一想，他说的对。你说，眼下咱这革命啊，闹得热热乎乎的，大家伙儿都在进步，我不进步成吗？那您看罗麻子这事儿啊，我回去啊再跟老吴商量一下，就把罗麻子先留在赤卫队里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多个人多把的力气。啊，你先吃饭吧，都凉了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吃完了早点歇着吧。大爹，您慢走。没事，回去吧。跟咱爹一样，早就被赤匪崩了命，你还给他守什么寡呀？还不赶紧给自己想条后路才是啊！这俗语说得好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临各自飞。再说了，这人死如灯灭，你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可别犯傻，趁着现在他胡家的细软和银票都捏在你手里，赶紧的早拿主意，要不早晚全落在他胡万福手里。他可是现在刚升了国军的营长，要人有人，要枪有枪，咱可是惹不起他呀。都怨我命苦，跟了这么个死鬼，胡家是不能待了。我看呐，这事不宜迟，赶紧收拾收拾，今晚就动身走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今晚过了三更，等秦大头他们都睡实了，我就去老客栈找你。哥，你先回去。好，咱就这么定啊。
半夜的，谁呀？不要啰嗦了，快开门！你是？怎么，连老爷我都不认识了？你是人是鬼？没想到吧，我胡汉三活着回来了。哎，老爷，哦，大同，老爷是你呀、啊！哎，我们日里想，夜里盼，总算把您给盼回来了。老爷，还是先去洗洗，换身衣服吧。嗯，你都湿透了。我胡安三福大命大，赤匪想要我的命，还早了点儿。哎，老爷，那刘驼子怎么没回来啊？少提这个没骨头的王八蛋。他为了活命，竟然他妈出卖我！我呀，迟早得扒了他的皮！哎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知道我回来？老爷，你不回来，我们哪能睡得着呢？老爷，老爷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跟他哥已经商量好了，今天晚上把老爷家的财产全部捡走，我在这等他老半天了。胡说！放屁！你敢污蔑老娘！看我撕了你这臭嘴！老爷，你看，人赃俱在。其刺杀时握枪和站姿要稳，出枪呢要准，你这样光使蛮劲可不行。哦，来再练一遍。嗯，好吧，你归队吧。谭东子到，来给大家做下示范，大家都仔细看着东子是怎样练的啊。杀杀，好，全体收枪。杀，潘排长，上上上，你儿子上还真能看出你的影子。上，我这个儿子打小就有股机灵劲儿，不是我自夸啊。上上上上，好，今天的刺杀课就练到这里，待会儿呢，大家分成两组去放哨查路条。老爷，看来我跟了你十几年的分哨，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，我求求你了，老爷。老爷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有开恩，千万别休了我。老爷，我求求你了。闭嘴！你个骚娘们儿！你趁老子落难，你竟敢卷走我的家财，就是撕碎了你也不解我的心头之恨。老爷，我给你磕头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，千万不要休了我呀，老爷。你就是把地给我磕出个血窟窿来，我都不饶你。老爷，滚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给我拖走！快！狗子的衣服。
白狗子的衣服怎么在这儿呢？就是白狗子的衣服怎么在这儿？走，过去看看。公子，白狗子是被秋风府的儿子冷收来了，咱得赶快带他进去。你爸，有爸爸在，我们没这个胆。都过来，我爸爸说了，白狗子个个都是老鼠胆，最怕死，咱们就把这些知心符当成真的白狗子，让他们尝尝我们儿童团的厉害。对，不错，看他们还敢不敢打咱们红军。同学们，一个对一个戳死他们。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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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杀的倒挺猛啊！班长，啊，坏了，咱们晒的军服，咱们晒的军服，对，上上，我操！上上上上上上，给我逮着，一个也不许跑！谁让你们这么干的？啊！是我。你这臭小子，说，谁让你把衣服穿这样的？你叫什么？排长，他是三连潘排长的儿子。潘排长儿子怎么了？犯了错误就得处理他们。走，找你们老师去。走。啊。走。那些白狗的军服是战士们从敌人那里缴获的，洗干净假扮成敌人去侦察敌情用的。可是现在你们毁坏了军服，这让赵排长他们怎么执行任务啊？侦察排的红军叔叔们如果不能及时摸清楚敌人的情况，这我们红军打起仗来是要吃大亏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还知道哭？这要是按照红军的规矩啊，你早被关禁闭了。嗯，炒鸡蛋。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哎，你看你，冬子还没下学呢。啊，不用等他了，他闯祸了。柳琴老师啊，把他正留在学校反省呢。什么货了？又跟胖才打起来了？哎，不是。那是什么呀？这孩子练刺杀，领着儿童团呢，把那个侦察排的刚晾好的白狗子军服给戳得稀巴烂。哎呦，这赵排长一生气呀，领着他们几个找柳琴老师啊，给他们好好的熏了一通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赵排长说，只好另外再想办法呗。这帮孩子们呢，实在淘得没边儿。是该好好的管管他们了。你还说呢，还不都是你啊，打小给惯的，灵气的都没边儿了，将来啊还不定闯出什么大祸来呢。潘排长，报告潘排长，连长让你火速连部开会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等东子回来也要好好的说说他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爹，今天是您五十五大寿，还是敬你一杯。哎，嘿，要不是罗麻子放我一马，我现在这时候可能到阎王爷那儿去凑数了。这一晃几个月过去了，
赤匪在柳溪市扎稳了脚跟，柳溪姓胡的日子恐怕是没指望了。哼，这可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。爹，听金大头说，昨天您去了趟城隍庙，找唐门神占了一卦。哼，这个瞎王八蛋，为了多骗我几个大洋，红嘴白牙，啰嗦了一大牛舌的好话，说什么中央军要卷土重来。报告营长。怎么，这屁股还没坐热就要走啊？爹，还真让那个唐曼仙给算着了。团部让我马上出席紧急会议，传达上峰的指令，蒋委员长就要有大动作了。哦，那你快去吧。爹，我走了。啊，这是天大的喜讯呐！啊，哈哈，啊，也是给我最好的寿礼呀！啊，老爷，算这次可就五次了。如果中央军这次在，闭上你的臭嘴！我这次抽签啊，可是上上签儿。挂面上说是会风浩荡，旭日朝阳。哼，这次万福他们的中央军也该是时来运转。老爷说的对，老爷说的对。半天才看，你在屋干嘛呢？这什么，这秀姑啊，跟这傅秋慧啊，那天天不在家，你这把这屋弄得跟鸡窝似的，不收拾收拾吗？赤卫队敲钟集合，你没听见？听见了，这是在响吧？我一直以为列宁小学这帮孩子上课呢。大家都去开会了，就等你一个，赶紧走吧。开什么会啊？哎呀，去了你不就知道了？走走走，好好好好好，马来啊啊！同志们。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啊，昨天晚上红六营召开了排以上的干部大会，进行了战前总动员，我们就要打一场大仗了，又要打仗了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，他们不甘心失败啊，已经开始调兵遣将，对我们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。红六营已经接到了任务，今天连夜赶往南山，配合主力部队阻击和牵制集结在姚湾和南山县城的中央军，为了保卫咱们苏维埃政权，支援红六营打赢这场战斗，我们全体赤卫队员兵分两路，立刻组织担架队和运粮队，负责运转伤员，还有给前线的战士们运送枪支弹药和军粮。什么时候出发？晚上和红六营一起出发。
昨天晚上老吴一宿没睡啊，领着大伙儿做了很多担架，一会儿都到后边领担架去。报告。你又有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我想问是不是赤卫队都去啊？不能都去，留下一小部分队员守卫柳溪。是。给大家布置的作业就是这些，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罗胖仔，你有什么问题？老师，这么多作业我写不完。大家别着急呀，老师的话还没说完呢。这些作业不用明天交。那什么时候交啊？等老师回来。老师，你要走？嗯。红军就要打大仗了。老师今天晚上就要去前线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咱们列宁小学就开始停课了。停课。秀过，你看见冬子妈了吗？啊，傅秀贵刚一散会啊，他就各家各户收草鞋去了，说是一会儿给部队送上去。哦。哎，秀过。哎。你回头啊，跟你男人说，赤卫队商量过了，让他和秋生几个留在家里看家，就不用参加担架队上前线了。大爹，有事儿啊？大爹，我知道，我男人前两天把胡汉三那个老狗给放跑了，我这心里头，要不您再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吧？哎呀，小郭，没有人轻看你男人，就是留在家里也有立功的机会啊。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哎，大爹。啊，怎么了？我还没谢谢您呢，要不是您老说话，我估计他这会儿早被开除了。莫谢我，要谢你谢冬子妈。冬子妈啊，我们赤卫队啊原先是想开除的，是冬子妈说话了，说要给他留一个改正的机会，大伙一商量，哎，又把他留下了，知道吧？爸，喝口热汤吧。爸，您哪儿疼啊？我给你揉揉。哎呀，我浑身哪儿都疼啊！胖仔啊，你去告诉新梅爹，这是我病了，我入不了担架队了啊！哎，怎么了？我爸病了，病了。嗯，过来。怎么了你？啊？哎呀，我病了。病了。胖仔，你去哪儿啊？我爸让我告诉这赤卫队，他有病，参加不了那担架队了。回来，回来。你爸他没病。你说谁没病？你说谁没病？你看我们这像没病的样吗？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还给我装你？哎呀，我是真病了呀！哎呀，哎呀！行了，你别装了。哎呀。你现在就是想去啊，人家还懒得要你呢。刚刚我见着宋大爹了，他说不用你去前线了，留在村里守家。
他真这么说的？你个大男人，你怎么一点骨头都没有啊你？这红军现在要去前线了，村里老老少少谁不想添把力啊？你倒好，躲在家里给我装病，还让我儿子给你告假，我们娘俩的脸啊，都让你给丢尽了。丢脸子，丢脸总比丢命强。就你这样还参加赤卫队，人家东子妈呀就不该给你求情，干脆让人家把你开除算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要不是东子妈给你求情啊，赤卫队早就把你开除了。东子妈给我求情？他有那好心？人家宋大爹亲口跟我说的。你个男人，小肚鸡肠，你还不如女人呢你。行，别说，别说，我领他情，我领他情，行吧？怎么着，现在不装病了？我要是你啊，我现在就去找宋大爹，要求上前线。不行，我得找宋大爹去。哎呀！你这辈子你就这德行了你，你真不是个男人。对，我就不是男人。你他妈放屁！我不是男人，我不是男人，我这儿子从哪来的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入了担架队上前线，我告诉你，那枪把我不长眼。万一哪枪把我给崩了，我看你们这孤儿寡母的怎么活？依靠谁去？啊？啊？好。怎样了？大爹，您来了，哎，看看怎么样？哎，都好了。这两个牙子什么时候流进来的？啊？哎，东子，牙子，你们俩这大半夜跑到这儿来干嘛？啊？妈，刘老师说了，红军去打仗，我们不光要站岗放哨，还要帮大人们做事呢。哎呦，你瞧瞧咱们儿童团，一个个多有出息啊！这个一个月打下来，是越打越顺，照这么打下去，赤卫可是没路可逃了。是啊，只是推进的速度太慢，每隔十里就得停下来修筑碉堡，费时费力啊。这个你不懂，这是蒋委员长采用的新战法。我在军校的时候听教官讲过，这叫做碉堡战，十里一包，二十里一围，步步为营，层层推进，就像蚕吃桑叶一样，慢慢的把苏区吞个干净，也让赤匪尝尝被包成饺子是什么滋味。可这一招对眼前赤匪的红六营不太灵验，他们也在山上筑起了碉堡，看这架势，他们是要死守硬拼了。我已经派人潜入柳溪去探查情况，咱们瞅准时机拿下柳溪，切断他们的补给，给他来个釜底抽薪。慢一点。哎，东子，来，过来。少爷。哎，爷爷交给你们新任务啊。什么新任务？咱们村子外边那个哨卡，交给你们儿童团了。你们都在那儿站岗放哨，查行人的路条，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，就马上汇报，知道了吧？保证是任务。哎，回来，爷爷还有话跟你交代呢。那个哨卡离咱们村太远了，站岗的时候要睁大眼睛，多留神，知道吧？还得多带几个小伙伴啊。知道了。哎，去吧。我们儿童团今天的任务就是对过路的行人查路条，不管任何情况。东子，放我一个，我也去。我胖子，到。入队。是。不准笑。听我布置任务。春芽子，
到。师妹子，到。你们两个跟我走，其他人留在村里放哨。凭啥你们三个人就去？我们也是同团团员，服从命令听指挥。我是团长。牙子，西妹，我们走。每次都是他们三个，净欺负人。谁让你家三哥是最好的嘞？我跟宋爷爷去。站住！哎，哎呦，瞧瞧，咱们的儿童团多么威风啊！干什么的？哦，我呀是那个姚安特委的，我还是到你们村子里啊，给你们主席送重要情报来的。是找我爷爷的？对，就找你爷爷。你是姚安特委的？对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从姚安到柳溪啊，这一路上白狗子啊可是查得严。我为了方便工作，你看我换了一身老百姓的衣服。你有路条吗？路条？有有有有有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今天早上呢出了太匆忙，我把路条给忘了。下次到你们村呢，我一定给你们补上啊！不行，没有路条不准进村。哎呀，你这个牙子呀，好样的！我跟你说，以后见你们主席啊，我一定让他好好表扬表扬你。眼下呀，我确实有急事，好，让我过去。不准动！你想找我们村主席？那你说说，宋爷爷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说你可真麻烦，我告诉你啊，要是耽误了重要的情报工作，你可犯了大错，赶快让开！别动！小赤匪，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春牙子，快回去报信！站住！再敢去报信，我就打死谁！小赤匪！哎呀！我别动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哎呀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别动！好好好！别动！不动！走！走！宋爷爷，哎，你看看今儿多危险呐！啊，要不是胖仔告状，我不放心这儿，你们今天就遭了坏人的毒手了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？要得团结大伙一块对付坏蛋，是吧？当儿童团长的可不能逞能，回去以后得好好反省，听见了没有？是爷爷。嗯，走，都回去。老爹，哟，老吴，那个家伙交代了吗？嗯，这家伙总算吐了实情了。他是胡万福亲自派来的奸细啊，想摸清楚咱们柳溪的情况，把柳溪给占领了，断绝咱们跟前线红军的联系。哎呦，那咱们得加紧防范了。咱们柳溪的后方要是支援不上去，红六营要想打胜仗，那可太难了。嗯，马上增加岗哨，在各个村口严加盘查。人手不够啊，赤卫队都上去了，妇救会的姑娘媳妇们都在医院照看伤员，家里就剩儿童团了。你这么大个孩子要派出去，太危险了。大爹，要不咱们这样，广泛发动群众，让柳溪的乡亲们全部都参加进来，全力以赴支援前线，誓死保卫苏维东子，你说你爸现在怎么样了？我问你话呢。不让我们去村外正好报账。
我是心里正闷着呢，你呢？我也是。哎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都梦见什么了？我爸带着我一块打白狗子，还发了我一支枪呢，杀死了好多白狗子呢。真的？嗯。咱们也不能老在屋里待着吧。干脆，咱们去南山找我爸爸和刘老师去，看看他们怎么打白狗子的。可是当然不让去了。咱们偷偷去，再给我爸爸和刘老师带点好吃的。好，这主意不赖。带上细妹子，还带谁啊？爷爷说了，人多力量大，咱们这回多带几个人去吧。不带胖仔去。不行，还是带上他吧。万一要他一告状，咱们又去不成了。那咱们什么时候走啊？说走就走。啊，对了，我们现在分头去告诉细妹他们，带点好吃的，然后悄悄的在后山竹林集合。团要去看望红军叔叔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听指挥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们都带了什么？我给红军叔叔们带了只老母鸡，我带了一包我爷爷的烟叶。狗蛋，你怎么空着手？我带着呢。带着什么？拿出来看看。这是我外婆煮的，我没舍得吃。胖仔怎么还没来呀？别等他了，老是磨磨蹭蹭的，咱们走吧。胖仔来了。胖仔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我找这块炮仗怎么也找不着，后来在罐子里面找着的。当然给红军带吃的，你拿炮竹干嘛呀？让红军不点了他，吓唬吓唬白狗子吗？就是。胖仔，这次你倒挺聪明。公子，都走这么半天了，也没见红军的人影啊。是啊，走了这么远了。公子，要不咱回去吧？别急，我听爷爷说过，红军就在金台观底下的山里，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。跟我走吧。东子，东子，你看，你看，去去，别出声，别出声，看见没？是白狗子，东子，怎么办呀？山翠竹影，盼红。
山。